不是滑也不中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想一下，不是老滑那个，人家别是。如果说广场的，下去讲保险，对，这就叫保险。那好高龄了，是谁？他们下乡去，你们下乡去那个老滑场，那土哥，拉。说下去。你经常花了百万呢。他三天了，他现在吃不完了，他那都扛着板子。他家里喝点儿，你看，这是开展会。我找你那黑眼能干的，说的话叫你能。这开展会的东西。你能气正的说，我找你那黑眼能，我才不找你。开展会，打我个去，撒了吧。开展会。练的，说的话叫你可，你可以撒，你可以撒，你可以撒。打个箱子啥呗，打个箱子，打箱子等你，我等你绿的，我等你橘，我等你橘，你打我死，我又打过你，我打呗，打个箱也中，打个箱转一箱又吃到嘛的，打个箱他他不吃你老中了橘，我来打个死。对，我来打个死。他不成你也上老虎了，你成死了。他不成你老到猪头那个。这是个粘个香火。哪能粘香火？人家等你去了。咋等你？咋等你？人家上马等局呢。上马等局，你上叫他的局，你不吃他局，上马等你局。该上上，当面上上。我那上，上嘛。那要不去对着了？顶着会呗，顶着会啊。顶着会，不能上上会啊。上上那是。开就开，走走。啊。走走，家中上了嘛，又没有当。你别动局了，你动。这压着再上，他当不住我了。在你的着落里，专门看进攻，进攻都是放松，现在，对，啥都是，谁跟你说我等你的跑了？谁跟你说我等你的跑了？啊？谁？你听谁说我等你的跑了？你跑嘛？就是。你听谁说我等你的跑了？把跑掉我倒不行。打局那个。你听谁说我等你的跑了？对局不也中？对局吃中兵，吃中。你听谁说打过来？打过来是好棋。打呗，打不过你。打不打过来是好棋。打过来就没啥用。那不打呢？弄啥打的？弄啥打的？你打的中兵不中？想等。
这那跟灯箱啊，灯箱咋了？灯箱这照不给我打了，又我找一将了，我一将又打回来了，打回来都是说都是我将打回来。起来就断了，一起来他下高，这高处。大一股憋住也。大鞭子，大鞭子再放几根线。这可以等他，先把香越起来。越起来把饼打。啊？越也打饼。有越我吃的，他妈不吃的。越那个香，先啥香？是暹罗香。哦，暹罗香。咱老乡在打，咱老乡那荒地了，你再说你就得。这菜上市的，哎天哪，这个面不中啊，这个面好呢。一边吃。再问一下，一吃。咋了？咋了？吃少吃的啊？上马。大江。上马在大局，你不敢走。小大局搁岸上。那个你会种马了？这他种跑了。我种跑搁这，他不敢拿，他不敢。啊啊！你周边，你把你国家的店铺你得走啊，对不对？走啊！嗯，你要是那局进了先看着马吧，看着马也看着马了，咱看马找马可是贵了。咦，他赶紧过来，我看见他不过来，我心里不成不好了。这我给他打了。哎，啊。没问题吧，咱们？我是。下楼也下不来，老乡。你们那也不走，还是有人在吃了给他吃了，拼了，中度一少，马跳的不对，马中度一少了，那个是。所以不一定。啥大只都，是不是吃？我跑到那边了。不跑了，马不敢吃了，那些不跑当过的。从里吃不动，你把那举腿一步，站到楼上可以。那我举腿一步，先不用动。可以站到楼上吧？这个举站到楼上，红举站到楼上，站到十几上。大香江的人，大香江他往那里拉，俺举，遭到那些危险。他大香江了，你我也讲。举两步，他那你不是那大香江你不讲是吧？那个不懂。他只有打个响，那你管不了。大香江了，那你管了了。那下来不是？站到是大香江歪了江，你真的要下来不？你下来那就抽你了。你
下来它抽你了，你抽这个瓶子抽哪里了？那你这那你这毒啊，他那里也不是撒香香的，这边没有几个穿的，这都吃不惯了，哦，穿的这都穿的这都拉开了，你刚发过来看这个鸡田里不多了，这个鸡田里边天天都打的呀，打给他吃喽，干辣椒，干辣椒，这个鸡田里边，干辣椒最好的，糯椒干辣椒，糯椒先干辣椒，这个搁里有没有事？这吃不了嘛？你个这，哦，不中，吃瘪肚吃爽了，看看这鸡，是吧？干辣吧？啊，讲你爹句子说了。那就不能走，他又吃不了你。他是他家找门儿。嗯，将军，将军爹。啥事？会骂是也是气。哎呀，我是跪他骂弄啥来说？你咋不吓死？他一吃我破打窝他一操。他敢给我行啥也行。他不敢吃，他不敢吃。不是你，给火饼不给？给呀。他不走。把你的饼吃爽了，你都不开气呢。这吃我爽了。人家都吃爽了，你应该会骂的，你不应该不拒人。等也不拒。会骂。等不拒骂，传统咱整没有法。去哪等？那这个卧槽气呀！那你卧槽，你留不住啊！那人家就给他开了，你那卧槽。叫工程，叫工程队。我给打了。他打我啥？打你妈！他来吃你，你不还是打你妈？先等局队。先等局，让给你打，你打不打？先等局传开。卸下地嘛，这是对的。等一步叫局传开。咱工地主啊，半年不见你了，你传都不行了。不久就一天没见我，回家打针去了。这你搁中局吧？搁中局。啊，搁中局。我就没有。我搁中局四十局了，你还行。搁哪？搁中局吧。那还会别去就说了，那都跑到这儿都不一样啊，路线不一样，没得跑的，跑的全不中。还得举起开，没有啥招。我还得举起看着。举起开一吃了吧，跑个死角，你都，他一个会骂的，那举不能动。那个我别吃了，在这基本上，好不着。菜哪里下菜？感觉是啥意思？没到马王店一下子没有危险了。嗯。他这就上马了啊！这就上马了。你们看他这下啥？他想下。他不一闪，啥呀？老看风看死了，这个上马的，啥上马的？人家直接都杀你，这杀，哦，杀你就杀死，杀死了，杀中死的都是，杀中就不杀死了。刚花上十九万买的土，大刀砍，大刀砍也没关系。刚花上十九也不能。他挖的，我给他撕了。哦，这种你反正不刮了吧？这能点汁儿，哦，这就是不刮了。刚才打到完就是完事儿。抓啥呀？这是什么操作好的？吃药。那搁中局不？嗯。反正就局能搁这儿，能看中了都。我搁中局都在开炮。看中炮。看中炮。你搁中局，看中炮多好。你搁中局的话，会吃跑的。不搁中局就跑，反正也。咱俩不用军人了。必须吃这搁中局的。那是必须的。那搁，这搁。不搁不搁就三中死死了。他搁地下吃，你搁中局的不打不起。不吃的呀。那你妈穷的太贵了。不是两三下都跳出来。咦，这灯笼，你要把灯笼，
赶紧走了，你别走呢，压线吃了吧。你先回嘛，回别嘛，嘛都回来了，回别嘛啊！这咱吃的你都会喝一个了，你这啊，你嘛可能是做不得。嘛是挑游泳的，那个。啊，咱吃你都会给。叫他举前两种举不要举船的。你他妈不叫他举船的。嗯，你搁中举都会打响，都会摔死。你我妈牵过鱼没有？哎，牵过鱼嘞。他那个局不能离那一道，离那一道都那是。除了跑不能离十几，不能离那个。压着下线吃着跑。人家讲你了，你不是喊着。你讲下死，他就没事了。你搁那给你吃了。你这会黄了会儿，把这垃圾都给他吃了。回马些等局，俺不是男孩，有一不要的我死的。我不要你的死，不能打你。唱着让我操死，让我操的。哦，对对对。这是一不好气，让我操了。你那要是死的，你那死心。那是推地局了。推地局了？哦，那推地局开，那个走。还要推地局？我不推地局。那还将军呢？将军这这将军都是八将了。老将放到边儿了。啊，不是。先有白，你不要站着。将军下来不妥了，知道吧？这杀着他的，跑吧。这不讲想死，那是不是？我也叫他唱唱我的。那，你反正他也杀跑。他跑中门跑一车，中门跑一车，你一车，你将军，他一将军有菜了。回马就有菜局了，你都没有看？回马有菜局了，你他的局都他横着走吧。回这马不太绝，他车马，他回就车马开跑，直接把中跑吃了。哦，吃了一个，那也是一步。嗯，吃中跑也是一步。就看着一个。我操，把绝中跑直接吃了。啊，直接吃了，看着也吃。看着中跑咋能的？你吃他吃就看看别子。真不去吃了。是不是？你看我推他不敢接，一推我操，出不来。他吃会儿，吃会儿一笑，吃会儿一笑，我就是叫你给我笑。刚才都吃包浆了，吃包浆，你去吃，我早都死了，嗯，我早都不吃鱼，你搁那看打我的妈了，那去了，哎呀，我都不知道你下正好了。白的不想就白的啊，白的不想就。我怎么着？我今天才知道你下正房。这局开不出矿，然后就开不出矿的矿了。路局不该开，开什么呢？局不杀。嗯，这帮个这马一杀，就回不来了，开不出。跑来杀。要不是把局割掉了，马不杀，把局割掉了。局也杀。想着马当成局。马不杀，局打回来。啊，局打回来，开出矿没一点事。想想不咋呢，哎呀，那都晚呐！跟你说的话，就咋想拼局？说的话就那都晚着嘞。三个局起来，都走了吗？
不敢，人老不敢跟他走。咋了？也让有他一点都不牛啊！他一弄我还外头，还闹起。讲一下，他还得两个辈儿，做巨蟹奖嘞，做巨蟹奖嘞。你别说，那就赶紧起来。不是赶紧起来。先叫他交流。我讲他先。你妈搁哪里？你回来。你都那气都。马龙涛到那。这个局先起来，那个局长的店都没有房。跌的卧槽都死了，跟你说的，局长跌局卧槽都死了。咋会卧槽都死不了嘞？你局长你跌的局卧槽不是？就跑跟那开了一步，不能鞋不能这样跑的。开了一步，他跟吊子大跳，不是大了。讲这个局长起来，这个局还是起不来局。不用。后就开大局。你直接挂了。这第一局他们卧槽气，不能下死，下死照样我。先点局。点局没局了。咋么举动？我不能动，可以别他俩举动慢了，脑不能动他，脚可以动他呀。俩举动慢了，对。这把没有事，这跑好别啊，跑能别，好别啊。俩举动没了，那叫先吃跑嘞，这鸡。先吃跑，先吃跑不死，把那米死补上，他不敢吃。你还叫他不，还叫他不闹了。那你回去。他，跟这个讲你咋走的？他一吃，管他管，吃吧吧。他卧槽。对，你得开始跑，跑跟他看着卧槽的，对。他吃看着卧槽的，我不让。他可厉害死了，你说他话走的。他整一个可怜的，他没王法了，他也。卧槽，他给他打了，头就打了。卧槽打了。三个字儿哪个行不成功？不是三个字，不是一个字。都在利用上只能赢。就是多个人。我叫他管我卧槽了。讲的这样那个就不像样那个就还是。黄总。你腿去吃马中了，这局不能再掉了。腿去吃马。吃马他卧不了槽，你吃他一步。这举个人没用了。腿举吃嘛不？脚举腿吃嘛？你不用，这叫叫这举跑去，叫那举给他吃呀。俺腿早点腿到了，不能腿太急。他一撑死，都给他拿下。这还有个卧槽气。我找姜那里，我找姜那里。对，这出不来。那这也可以搁中局。你吃个局给他局，吃不了人家。他吃个足还是硬了。啊，吃足吧。他不敢，他不敢吃跑，他不敢吃跑。吃吧，来不及了，什么事？吃了白吃，白吃住。这不跑一窜了，他都卧不牢槽。哎，是了，点局是吧？点局得有个卧槽。完了，你可以说的话，这期你可以随便怎么走了，不中了，说的话叫我点局那卧槽。你想着早该红包，该把这个箱子打了，就是你想着在我那几次早把箱子打了，你的局，你下手硬的，真下手硬的，这是没用啊，这不知道干啥。他就搁那时候直接把马子打到脱了，你不早。打嘛的着急步，你的举个这儿了，你的跑个这儿了，他的举个这没俩看，他的箱子都把箱子一打，打完以后他讲了吧，啊，讲了以后这是要找木工了。哎呀，他把马一打，举一次。